没。11月9日，第24届华典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。今天，众星齐聚，湘江河畔亮相华典奖红地毯，仿佛感到走过来的不仅是大家熟知的各路荧幕精英，更是一道道夺人眼目和艳丽无边的风景线。随后，华典奖的各个奖项也陆续落花有主。中国古代题材电视最佳女主角由来自内地演员吴谨言夺得。她表示，自己从获知入围后，心情就比较紧张。如今拿到这个奖，除了开心外，觉得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。月报新戏《皓蓝传》定档本月15日，在剧中会和聂远老师演绎一个爱之深恨之切的励志好戏。15号，《皓蓝传》也会很快和大家见面了。对，我跟里面在戏里面和聂远老师又是不同的一种互相斗，但是会爱得很深，然后也有恨，跟璎珞和乾隆还不一样。百强电视剧最佳女配角则由来自台湾演员张钧甯夺得。提及在内地节目《我就是演员》跟男星彩排时意见不合，张钧甯否认翻脸，认为看剧本有意见不合是正常的，最重要是出来的效果好。问到最近和有关系好友范冰冰是否重头工作了，他就表示不想回应太多，但两人一直有互相关心。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跟大家知道的差不多，那反正我跟他就是一直会有关心，那我没有太知道他的回应是什么这样子。毛舜筠今天以评委身份出席华典奖盛会，提到曾经合作过的艺人蓝洁瑛逝世一事，他就哽咽表示：“当然这件事情觉得很可惜，很突然，我觉得生命真的很脆弱，要珍惜每一天。”好，再来。好，这边。好，再来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